人生路上很多时候看不清未来，需要自己做选择。每晚人生路很辛苦，但不能太受苦，人生不能重来，好好珍惜，尽最大努力去做，问心无愧就好。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面对失败的勇气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努力了一切皆有可能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别人才会看得起你。要学会与人为善，只有敢于努力拼搏，人生路才会越走越宽。美文，欢迎朋友们留言评论，更多精彩美文敬请关注静默映山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